兰花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泰国兰花有限公司的鲜切兰花花束出口在农产品工业化中茁壮成长，并大量出口到海外，在世界兰花销售市场上处于中心位置。泰国中部地区是适合种植兰花的地方，例如拉特布里府、纳卡巴同府、萨姆萨康府以及诺特布里府等。在所种植的兰花中，丹诺比用品种占了80%，另外还种植有莫克拉、阿温达、安西迪、奥斯科森达、凯特利亚等品种的兰花。公司历史。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又称 TOC， 于1989年由 Jet Nian Yam 先生以及夫人 C.T. Nian Yam 一起组织创建，并取名为 TOC Group， 由无土栽培技术有限公司、杰达纳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泰国 TOC 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盆景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组成一个大集团。泰国兰花有限公司是泰国兰花出口中的佼佼者，现已拥有将近40个海外销售点，并为客户提供服务，例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德国、法国、捷克共和国、西班牙、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迪拜等国。20年前，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只拥有5至6个海外客户，并且只适合邻近国家有生意往来。持续发展到今天，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在生产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兰花的质量，时刻关注市场的需要，并以最真诚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使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出口的兰花达到世界标准水平，并取得了成功。除此以外，公司还注重工作人员的生产水平的提高，包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不断地研究开发新品种。TOC 实验室。 TOC 实验室是一个用细胞组织来研究开发兰花新品种而成立的先进实验室，时刻为迎接市场上的需求而准备着。 TOC 实验室拥有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技术，并聘用了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家来帮助开发新品种。兰花种植园。泰国兰花有限公司的种植园建立在泰国中部的拉特布里府，这是一个适合种植兰花的地方。种植园面积多达300多亩。我们的农场共分为8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高级技术员看守农场，并精心照料好兰花，提高兰花的质量，使得泰国兰花有限公司通过了 ISO 9001:2000的认证。在这个适合兰花生长的地方，有着它独特的构造。在兰花的放置摆设上注重整齐美观、干净雅观，使得泰国兰花有限公司通过了泰国林业部 GAP 的认证。兰花种植园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使用监控录像的监测系统来查看农场的情况，并由浇水系统根据植物的生长情况来进行水的喷洒。此系统也在不断地进行优化完善。
兰花出口前所要经过的程序。在此流程中，工作人员将会对兰花进行分类，选用质量最好的兰花放在高倍放大镜下，再一次认真检查花朵中是否存在的病虫或者其他杂质。为了让兰花能长久地保持着它的鲜美，在每一个工作流程中，兰花都需要在适合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存放。接下来还要把兰花送到包装间，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包装以及装箱。根据国际标准水平的要求，我们的兰花出口前还需要把这些包装好的兰花连箱一起送到熏蒸室进行杀菌消毒。TOC 出口的主要兰花品种，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出口的兰花品种主要有 Dendrobium、 Alanda Mokla、 Oscar Sander、 Wanda、 Kakuma、 Heliconia、 Henley、 Garland、 Diorchis。 除了鲜切兰花出口以外，泰国兰花有限公司还对外出售兰花花苗。 TOC 会选出最好的兰花花苗来出售在海外各地。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坚持以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商品作为基本原则，坚持做到如下：保证商品的质量、一流的生产、最优质的服务以及持续发展。关怀客户，泰国兰花有限公司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德国的 IPM、 迪拜的 IPM以及在日本 Okinawa 举行的国际兰花博览会等，同时时刻关注国内外客户的需求以及市场上的需要，为符合市场上的需要以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地进行发展，改善结构组织。TOC 的成就，泰国兰花有限公司通过了 ISO 9001:2000的认证，泰国兰花有限公司达到了穆迪的 ETI 标准水平，以及泰国最杰出企业单位奖等等，这些都是泰国兰花有限公司从过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走向世界，走向成功的一个个有效的证明，也是泰国兰花有限公司在 CEO Jet Miam Yen 先生对公司的工作管理指导下走向成功的一个个有效的证明。มุ่งมั่นที่จะพัฒนา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วยไม้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งด้านสีสันคุณภาพและกลิ่นหอมเพื่อตอบสน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ลูกค้ากล้วยไม้ไทยจะมุ่งมั่นที่จะพัฒนา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วยไม้ต่อไปในอนาคตเพื่อความพึงพอใจสูงสุด对社会的帮助泰国兰花有限公司领导者杰米亚燕先生以及夫人席蒂米亚燕时刻关注社会的需求并给予帮助，例如资助贫困儿童让他们重返校园，参加慈善体育运动比赛，给学生们传授关于兰花的知识等等。
我们承诺要做到不断的求实创新，保证商品的质量，并为我们的广大客户朋友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我们坚持让泰国兰花走向全世界。